我是你们主持人 Tim， 今天带你直击一下，准备出发去香堤广场之前的内幕。首席女装设计师 Cindy 啊，我在看她的白裙哦。那我们挺哥 Tim 讲一下今天的穿搭造型概念好不好？白色的那个，对，然后里面搭一个素 T 的黑 T 这样。素 T， 那为什么选这件外套？选那么久？因为这件看起来有点，就原本黑色，然后在外面搭白色，就感觉有点绅士风格。绅士风格。绅士风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atrick Braska 派伟俊，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台北时装周，然后谢谢 Jerry 的邀请，今天特别来看 Woolix 的新款走秀。觉得我做过最时尚的事情就是穿上那些很时尚的衣服。现在心里非常兴奋，因为等一下马上就要看秀了。所以刚好有准备好要进到场内坐下来了。Hello， 我是卡卡，贝拉，我是艾卡贝拉。然后要不要来分享一下这次来参加时装周的感想？我觉得今天其实真是我最期待一场秀，然后非常感谢 Woolix 可以邀我们过来看这个秀，就是而且绝佳超棒的位置。重点是我超级期待现场看 Woolix 的走秀，就是全部的 model 而且就在近在眼前，我最期待就是。非常精彩，六个设计师品牌的作品，好看一下这情况。好，刚是把画，他把这个画的，然后是重复的，比较美。那不是一百就买单，对啊，我们像我们秀上这一次也是都做一两百嘛，然后再。那你又要不要接下来的造型？那我的造型？对啊，我很喜欢这一次的衣服，就是 Jerry 是用亚克力来创作，就是上面的这个一格一格都是颜料，然后就是有点多在外套上面的感觉，我很喜欢。我今年最时尚的事情就是参加台北的时装周。
维持一点格调，不能太搞笑。我自己本身是念服装设计，所以我自己觉得我会很去看一个服装的创作理念，跟创作理念跟每一个版型啊细节，然后我自己是觉得能把自己的想法灌入一个作品里面，然后看着让别人感受到是一个最时尚的事情。我觉得就是现在站在这里，他觉得在 Fashion Week 就是最时尚的。对啊，因为毕竟我们接触到的时尚都很辛苦。其实有啊，我就是一个时尚的。OK。要不要分享一下今天有没有最印象是哪一套？最印象是哪一套吗？针织巧梅。就是我真的没有帮 Woolix 打广告，但是那一套真的很好看，但刚好也是 Woolix 的。不，针织巧换了两套，他裙装跟他在那个影片里的好像是西装，那两套真的都很好看。其实我觉得男装有一个就是蓝色西装的，然后有点裙。男生那一套也很好看，还有全绿色的，其实我觉得都很好看。格子的，也跟格子的。对，其实好看的真的很多，就是如果钱够多，我会把它全部包下来。对，哇哦！如果钱够多，台北时装周。